那我跟你讲我的原则，我的原则是抽到有为止，抽到有为止。没有，马卡龙。抽到有为止，相信大王带头保证抵达澳洲。今天我们又来抽一番赏啦！但首先我得先介绍一位特别的来宾 ，YouTube 界最会开车的男人，江江小超越。我是江江，尬到不行，怎么会那么尬呢？你们不是见面很多次了吗？真的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今天第一次三镜头，我们就感觉有点尬的感觉？我从来不拍生活类，就是基本上非常少拍。没关系啦，我们今天不来拍生活类，我们今天是来抽东西的。我今天其实是想要帮老婆抽的，你要不要帮老婆抽一下？有，我有听说今天要抽的东西，我自己也蛮想抽的。没错，今天我们要抽的这个皮卡丘的一番闪，而且它是母的皮卡丘。来，我们先来为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这个一番闪有什么东东可以抽吧。来，这个是它的 A 闪的皮卡丘，你有发现它跟其他皮卡丘长得不太一样吗？说屁股的部分，对，它这个屁股是有这个爱心，这是母的皮卡丘，它比较梦幻一些。这个我比较想要，对，你不觉得这个很舒服吗？因为我家其实有很多，已经有太多只皮卡丘了。没关系，这只跟你家皮卡丘应该不太一样，但我觉得这个比较特别。我刚刚看到这个是我心目中的大奖，而且草草在旁边点头，他说他想抽 B。对，真的，草草看起来想要 B 闪哦。我也想要 B 了。哎，我老婆也想要 B 闪，可是 B 闪只有一个哎，没关系，抽到再说好不好？反正等等也不一定抽得到。C 闪也是一样，是这个也是一样是母的皮卡丘，只是它跟 A 闪有点不太一样，是它的姿势不太一样，然后它的这个眼睛是紫色的，然后这只是红色的，大概大同小异，当然都非常的可爱。然后还有最后一个这个 D 闪 ，D 闪其实紫云很喜欢，这个也很可爱。对啊，因为它有你看有什么仙子伊布啦，它干嘛就是一些宝可梦，非常的梦幻，女生应该很喜欢。然后其实它有一些小东西啊，它 E 闪东西其实是有这个宝可梦的这个杯子跟盘子 ，F 闪的话是类似这种小翻巾之类的，也是很可爱。然后 G 闪最后是小吊饰，因为毕竟是小草的第一次嘛，我第一次抽，对，不然你真的就先来体验看看好。你目前有想过想要抽几抽吗？我觉得先五抽好了。好，那我跟你讲我的原则，我的原则是抽到有为止，抽到有没有，至少要抽到就是可能给老婆选择几个她想要的，没抽到之前我是不会停的。草草是比较想要 B， 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好啊，那阿允呢？那我也 B 好了。你可不可以再读？我想看你们两个。我们，你可以再多一点吗？因为如果 B， 如果我们都没有抽到，那是很可怕。而且今天我们来到店家，店家是帮我们准备一个全新的，所以 B 的几率只有80%。听起来 B 是最大的，一定要抽到的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的目标就尽量 B 上，好不好？啊，如果抽到都没抽到 B 上，我们再看看了，好不好？哎，这怎么看？没有对呀，你们刚刚有个箭头，对，狠狠地把它给撕开。小草的初体验巨闪。好，我跟你讲 ，G 闪毫无疑问是今天最废的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揪你来吗？因为听说抽东西抽一番闪要找新手来一起抽。我刚刚已经感受到了，就是你不一定会哦，当我肯定会哦。几次？哎，看来我们两个是一模一样的。来，小草，来喽，第二抽。哎呦，哎，这个感觉熟悉的 G 闪。哎，你每次抽车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也都那么长？你是装抽车的时候也是跟现在差不多。哦，就是你都是以包地为目标，对不对？就是 G A 就中了这样。不会不会，来我跟你讲，抽方很有趣，就你可以看到日文跟 G 闪不一样，所以绝对不是 G。A 闪，来抽个 B 吧。来，小草，哎，这个好像又不太一样哦，哦，不太一样哦，不太一样哦。这是 E 闪吗？哎，不，好像是大奖哇！但不能的 ，A 三很棒哎 ，A 三真的是皮卡丘的玩偶哎。那草草可以过吗？可以过了吗？不行，不行，你好残忍，80%耶，真的哎，没有这个比较多 ，A 三有三只，刚刚小草抽到 A， 那也差不多轮到我了，我怎么可能又是 G 跟 F 吧？我觉得谢谢各位。哇，感觉是 F F F， 不亏不亏不亏，我觉得至少哎阿勇我们 A C D B 都可以停，好不好？一定要 B 吗？不行，那就 B 啊。西闪，哎，其实我们两个很欧哎，我们两个才八抽就把 C 跟 A 带走了，这是你今天最后一抽对不对？你第五抽吗？最后一抽。哦哦哦，有机会吗？西闪，好啦，不错啦，我觉得你第一次五抽已经很优质。我觉得有一个 A 就是对，就已经赚了，没有，基本上其实就是一番场大奖大概都是1/10。就是 A B C D 四个都算大奖的话，你大概1/10的几率可以抽到比较好的东西啊！你五抽已经抽到一个大奖了。但是我们今天的目标还是，不管是草草还是紫云，都最喜欢的是 B 闪，所以我这张就是 B 闪。
你还要吗？还是你先 stop？ 没有，我觉得我现在不要降低我的几率，你那我跟你讲，大人怎么抽的？我们大人都是我这一次拿五张的。你知道这样拿五张就几率没有提前？不会不会，这是一种霸气的问。我们看到一闪刚刚没抽过，来，狙思密达，这个就是大奖，西闪又一只漂亮，你要不要帮我开一个 ？B 或 D 啊？哦 F， 不亏，可以，西闪已经被我们包了。哎，我们现在是真的很扯，店家快哭了。你要吗？还是你帮我抽个几张？因为我今天想再补个五抽。你想再补个五抽？对，你帮我抽个三张好了。我们剩两张，看要不要给草草跟子明一人一张。就是三个了。好，来，你先帮我开。其实我也是想要，真的想要开到 B。这个开到 B 是谁的 ？B 当然是我的，我的钱啊。你的。哎，这个好像看过了。狙。好熟悉的，熟悉。哎，狙上好多。狙，你太狙了。不会啦。来个 B， 来个 B。哎，是不是不一样的 ？BOD， 一闪，一闪很好了，一闪有杯子跟盘子哎，盘子，不是在说我们两个，我是说盘子，盘子，草草想要为自己而抽吗？快看，哎，新的，哎，我想要，我的天哪，草草太强了吧！最后一手换我抽，草草好猛哦，第一次就第一闪呢，哎，就算 B 了阿宇，好，换我秀一手，你应该是 G 了。怎么讲？哎，其实我觉得很欧了耶。我们来拍一下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奖品，我们 A， 你要放弃了吗？不要，老婆不要这样。那个 B， 你把这个 C 给小草。对，没有，我再抽一抽。哈，所以你觉得我这一抽是 B 上？对。老子云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？不是，老婆子云，简称老子云。哎，不是。下去来播，那我们现在就来进入我们的开箱环节啦。首先，先从我们这个狙伞小吊饰来开一下。来，你有没有想要哪一个？我想要皮卡丘加伊布加隐藏版。你这么贪的吗？没看过这么贪的。隐藏版也是皮卡丘，听说是皮卡丘了。这是第一个就辣叉，这只是什么老鼠？我有点忘记了，我没有练，很早就遇到了那一只，但不会想要练。什么啊？泡沫栗鼠还是什么？我有点忘记，好像是泡沫栗鼠。好像是。我这个很简单，我第一抽就隐藏版。看到没有，仙子伊布，没错，这是阿云想要，第一抽就输了，没关系啊，搞不好等抽到两只皮卡丘跟你换。哎，好棒啊，伊布哎，哎，可以，不是隐藏版，隐藏版，但是这是我要的，他想要伊布，哎，好可爱，而且我觉得他好可爱，而且他的吊饰，其实他是有镶金那种感觉，其实很漂亮。哎，这个感觉很不一样哦，我感觉，你真的可以跟我换一只吗？我又抽到仙子伊布，太衰了吧，两个都一样的。你先开好。哦，我再开吗？我这个先留着。哦，你想要等最后对不对？先留着。伊布，哇，你这，我真的是专抽伊布哎。其他还有皮卡丘、梦幻跟哈克龙，希望今天看到隐藏版。来。哎，皮卡丘，这是隐藏版吗？哎，不是，这是基本款。哎，我想打开来瞄一下，因为我想仔细的看它的这个材质。它其实摸起来，我觉得触感还蛮好的。哎，这只是母的皮卡丘，发现这只也是女生的，你有发现吗？它的尾巴是爱心。想要皮卡丘了吗？嗯，没关系。好了，我再抽一只给你了，好不好？不然我对你好一点，抽个哈克龙，给你开我这个。来，草草。哎，梦幻哎，梦幻很棒哎，来，这两个都给你。哎，我抽到六尾了，都没有重复哎，我目前就是两只仙子一步哎，目前没有重复。哎，我又抽到一只皮卡丘哎，哎，可以给小太棒了，可以给小宝换了，这最后一个了，目前还没有隐藏版的。是不是要去那个街头逃犯？不会啦，我跟你讲，这就是这一个啦。眯一下。哇，不是重复的。就知道你要做这种烂笑，哎，哪有啊？至少不是重复的嘛，对不对？了解你。我们今天除了隐藏版之外都抽到了，我们方巾选了四个哈，我们四个都拍一样。对，我们选了方巾。对，我们各开一个好了，给大家看一下方巾长怎样。它其实就让你当一般手帕，对，手帕啦，不然就是你吃饭的时候可以当做餐巾纸垫在下面，小小的，很可爱。摸起来好舒服哦，真的。我先开一个综合版。哎，真的好可爱！哎，我觉得这个真的一般人不太敢用哦。它应该就是刚刚的那个八只。其实我觉得综合版不错哎，综合版看起来。对，我觉得综合版不错。对 ，CP 值很高，因为全部都有。这是我们这个 F 3的这个方巾，来再来开
地上。哦，它是这种小小的这种盘子，这感觉是放那种点心用的。这不是杯垫吗？它也可以放点心，用法很多种，你可以当杯垫，就是放在杯子下面，也可以就是你放个什么点心，直接把它丢在上面也 OK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这个盘子，小盘子。好了，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比较，这应该比盘子没有小盘子代表我们今天只是小小的盘子。我们今天没有抽到真的很多，今天应该是店家比我们难过，因为我们20抽又把四个大奖给抽走了。大家要开我们今天的大奖咯，这个是第一场的这个化妆包，这个阿云很想要，很梦幻哎，真的非常。我觉得今天就来帮老婆抽东西了，因为其实这次的这个宝可梦一番赏本来就是比较偏女生女性化一点。可是其实我说实话，我除了化妆包之外，是其他东西我都要。你很简单吗？对啊，因为它其实都很可爱啦。然后化妆包是男生本来就比较少用得到，但是如果是送给老婆或送给女朋友，对，对，然后如果有在收看 YouTube 的观众们，如果是单身，那没有关系，过来一起抽，抽到之后送给你未来的女朋友。哎，我觉得这好棒，阿云喜欢吗？你会不会舍不得用？我觉得不会用啊。啊？为什么不用？就放着啊。啊？为什么？这出来就在用的。这么可爱，你怎么可能舍得用？哪有可爱才要用啊？香香，你这只是你这只是吸对不对？我这只是 A。哎，好可爱哦，抱起来好舒服，很快乐。A的手是举起来的。对，然后他们那个领巾，一个是粉红色，一个是紫色。然后，哎，我玩尾巴，我可以一秒变 A， 你知道？哎，真的，你可以变吸的，可以变 A。老板，真的，老板这样子是对的吗？真的，我们可以把吸闪的皮卡丘变成 A 闪，哎，领巾再换一下就好了。但你知道吸闪比较赚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吸可以变 A，A 不能变吸，因为 A 闪它是粘住的，它是缝起来的。对，它是缝起来的，它后面尾巴粘起，它是缝起来的。原来 C 才是大奖啊，欸！真的，欸，因为它其实大小一模一样，就只是看你们喜欢哪一只，因为感觉它大小真的完全一模一样，就动作跟领巾不太一样而已。好啦，这两个抱在一起真的，哎，好快乐哦！哎，我今天的话好想要 B 哦，阿云，等一下，加码时间在，我再一抽 B 赏，假的。再拿一个方巾给我，谢谢你。你们看 B 伞长这样哎，欸，B 伞超可爱哎，真的哎，啊，好想要 B， 但几率真的太低了。我今天不要当盘子好了。好啦，那很感谢小草今天来陪我一起抽这个皮卡丘一番赏，有没有感觉一番赏很快乐？有，我觉得很快乐。下次会不会我来抽的时候发现你已经在店里面？下次就被他说，哎，童年，我们去抽那个好不好？好了，那就小草跟大家 say bye bye 吧。啊，你的结尾都怎么讲？我结尾你想怎么讲都行。这股尴尬感，这股尴尬怎么回事？好，那再一次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啊。然后，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，并且分享。我是 Wins， 然后他是小草，大家也记得订阅一下小草月 YouTube。好，那我们下次见，大家拜拜，再见。